刚哦，咱本色的阿中央就吼，赞助好几个辣妹钢管，这伊家己开的哦，对啊，一千买哦，对啊，好把开蕊送就好安尼，哎，所以咱今日马上要安排着咱的时尚辣妹钢管，都安排起紧紧的、水的啦、三八的啦、摇的啦、跳的啦，因为像我跳的来，我都唔敢跳。来啊，啊，你第一水的咧，袂使讲第一水，我即马算熟人，我这种人算中高型的，是，哎，这种啊，我讲，那就熟的查甫人哦，看我这种人一定会哈，哎，啊，若无就熟的查甫。看到我爱叫阿姐，哎，感觉就无同款啦咧，哎，所以差就差伫遮安尼啦吼。来来，非常感谢咱啊，在节目室内面讲我甲讲完咯吼。啊，所以讲咧，永安街咱人哦，慢慢啊考考出来，哎，因为永安街节目真正做精彩。啊，我话要安排着咱的辣妹讲完，再来饮着拢不落去食的啦吼。是啊。啊，更加感谢着咱这个管理委员会所有的。哎，团队服务团队真的很辛苦，是哎，为着咱这组安尼哦，圣诞天秋，伊已经无用足久的咯，哎呀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咱用啊嘛，啊，办着咱的祝寿典礼，啊，所以邀请咱一些来宾来吃了，啊，跟来宾共享同共相聚安尼啦吼，是，啊，因为若无生意啊，就着咱这个平安夜，啊，要来祈求咱这个天上圣母，咱妈祖娘娘，祈求着咱台湾会当平安顺利。即卖疫情真的很严重，太恐怖了，我哦足惊死的，我逐天拢惊到安尼。对，因为我都感觉，哎呦，好不容易哦，哎，这么人生都我接宾馆的啊嘞，哎，万不来一个安怎讲这，我都对不起我家己。没啦没啦。所以无代志，尽量莫出门。对。我拢敢出门。哎，我拢不是看是这钱的面子上，我们一定要出门。哦。哎，啊，所以哦，要祈求咱妈祖娘娘，咱保庇着咱全台湾。拢平安顺利度过咱这届吼，我们的武汉疫情安尼啦。对。我要出门时阵看新闻，好像又增加了。对，真的很恐怖啊嘞。是啊。啊，所以讲今日来到这啦吼，啊，要祈求咱真爱大大细细每一位拢很足平安的足顺心的。是。来，马上拄开始尔，啊，人家爱小叫嘞，因为为拄做事转来，拄食饭饱，啊，又过一个呛一个凉嘞，嘿，啊，搁出来。啊！等下我马上要安排辣妹干活，嘿，然后伊也去掠伊也出来坐，嘿，啊，但是伊也掠出来，等下也要倒转去，会去你伊也，不是要叫你早倒转去哦，嘿，爱家己去囥好，嘿，啊，所以讲来到这啦吼，大家哦，赶紧来甲继续行，啊，照着咱在座每一个人，拢总会当来好名声，来，啊，今晚来到这，主持人阿乔，莫打小石头一个哈，来来来，继续一晚，过来安排，继续安排风花雪月，来，看见有没有风花雪月？我爱等待了
的心头，不管只敢舞台路，那不爱敢舞台路，都情都红火。恋恋不离爱的只是皮皮肉，恋恋爱别离爱的但把灯灯都够。当怀念起飘起走，我就是细细口口。Thank you.